那我会要啥？我啥也不会要。敌军还有我要三你十的秒节到达操。战场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全军出击！你的真钞要吗？我不要，不要那玩意儿了。点，点滚，点打强攻，点，滚点，进草丛，滚，点，滚点，点，进草丛。滚点，滚，黑夜也会怕。打这种玩意儿呢，必须就得来个围音，让他知道知道，明白明白，谁才是上路的听。先去插个眼儿。滚点，吊打野，哎呀！来人了。点击跑开起来，闪现不用交 AE， 平 A， 平 A 闪现，点滚，点，都得死啊！点，点滚，点，漂亮！喜欢干克人儿，净化云，给我一个人头就好了。回家直接攻速海，哎，差钱呢。算了，我单出一个攻速吧。我来个小药。谢谢哈利鲁秋秋 ONJ 的小卡丁车，谢谢谢谢。今天飞机真少啊，今天飞机，今天才过来个一星的挑战任务，双倍亲密度，双臂亲密度才这个样子。谢谢哈利鲁秋秋的两个卡丁车，谢谢谢谢。罪恶潜伏在地下界，完我还挑一个啊！大家周日基本上都放假的时候。开了一个双倍亲密度卡，没想到我们的亲密度还往下掉了，没想到。滚点，点一点，点点滚点，点点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击败。
先吃个药。点点滚，他把 E 用了啊，现在他是没碰到过我们的，而且他把 Q 也给放了，直接拆大招，点 E 点点滚。他敢把 EQ 都放了，我们就杀他。我这个补刀从现在开始我不会漏一个。溜一手跳弹吃口屎，先来个箭袋儿吧，其实应该先来一个攻速海，但我箭袋钱够，想想算了。小心点，先把大白吃。我让他们得到寄托。不会漏一个，漏十个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能。看好了啊，一个不漏。当然我耗血的时候，咱要是漏了，那漏了就漏一个。就是我要补，但没补。漏刀嘛，人之常情，谁还能一个都不漏呢？真是的。比较正常。炮车你要吗？点点滚，点点点点，开大点点滚点，给打跑了。要 Q 闪呢 ？E 点闪现点，哎呦我操，他怎么升了呢？没东西出，只能出个暴击了。见了无知的呼喊，差一下平 A， 最后一下没点出来。那攻速鞋出不出来，算了，800块钱这么地儿吧，无所谓了。我们送了全队的人头啊。哎呀，那攻速有这么慢吗？难呐！现在有个问题出现了，就是这波他们家小鹿可能会赶上我们。我也不知道这人到底要出些什么东西。后边呢，小鹿？你要干啥呀？我操！上墙！攻速海。还行吧，
把他杀了，他没有大。黑夜也会怕我。你还不出皮孩啊？出皮孩吗？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这回攻速差不多了。点点一点点滚点，哎，怎么老让他拉着呢？这不应该呀！这正常为人让落手拉着，其实是一件很傻逼的事情。他指定得一我，我走位，没有蓝了，没有一的蓝了。出海妖吧，我就不出盾弓了，这把也没啥突进英雄，咱就出海妖就可以了。小心点，谢谢阿拆家的白嫖粉。下一波这落手可能有疾跑，而我们没有疾跑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。点点点点滚点，这是他唯一一波能杀我的机会，再过十秒钟他将永远杀不了我。点点点，点滚，等一等啊，他有闪现。真回家了。哎，我买这暴击斗篷咋不触发暴击呢？15暴击这么难爆吗？点一点点点滚闪现点，跑的倒挺快。刚才那股冲劲儿呢？怎么不冲了呀？我疾跑闪现，你疾跑闪现，你跟我玩？你玩得过我？小鹿，我今天不把你杀了，我誓不为人。我们往中路走一波啊，这永恩看起来更刷新了。滚一
操，这边有瑕疵，本来能死。跳弹咱不打了啊，在这等一下这小鹿。来了个炉仙，哎，跳弹，给个人头。把大树给我杀了，点点点滚，哦哟，这大树没死掉啊。我直接扬刀吧，不得，不能直接扬刀，我直接破败吧，不得，不能直接破败，这么粗，哎，这么粗就对了，神装了。学一个抠，小心点，为人不能扬刀，为啥呀？暴击清零就清零呗，我就二十暴击，我清不清零又能咋的呀？开起来，开大招，一下两下闪一下，这大树，哎，太能跑了，这大树先杀永恩，一下两下闪一下，点滚，点再点，吹波扣，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，这很明显他们知道我在这里。海妖羊刀不能触发真伤，三下是物理伤害。bug 呀，是 bug 吗？我救出啊，我救出，你管我，在黑暗中所有东西都将被击开，真难受。黑夜也会怕。
可以造啊，都造好顺序。好，这波别急啊，大过来点点滚点点点滚点灭点死了。这边没用扫描，确实是很傻逼。这波没用眼儿扫，我本来吧，我一开始我给忘了我有眼儿扫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打着打着呢，我都进去了，我又一瞅，哎，我远见改造好了，这是我的心路历程。看来我们一死，这队友就都是弟弟了。你们能一个没死打成这个样子，兄弟，我也是无言以对了，啊，兄弟们。我也是无话可说了。打架来。这波不给对面团灭了，天理难容。滚点点点点，大树开大了，别着急啊，等一等，先把大树杀了，杀永恩来。点滚点点点滚点点点滚，哎，挖抓 Q 了，这不打大龙，我们这打大龙可老快了。闪现就算了，这没必要，闪现干嘛呀？为了增加点容错率，我决定来个春哥。滚点点点点点，走位啊！点，大上来点点，滚点点滚。我说实话，也就是我们家队友不行，他们要是行，我这波高低我得闪上去屠杀一波，我就害怕我的春哥白给了。开打，他们家没啥能先手我的英雄，我也不太害怕。落手差点给他点死，哎呀漂亮。其实刚才可以闪现上去点，毕竟我们有春哥吸引一波火力，队友上来他们技能全交，我们也是能防。先走啊，先走吧，干啥呢？这
来点点点点滚，点点点点点滚点。小鹿跑的是真快，来跑来，我看你今天能不能跑得过我，小鹿。我用不用闪现这是一个问题。我觉得吧，其实没啥必要杀他用闪现，不行就算了。你说你还送来，那就没办法了呢。那不用闪现了，那就挺好。给永恩杀完了，那没办法，那跟我也没关系。小龙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吃狗屎，没视野，给我点视野，拉出来打。回家，谢谢可乐涨价了的飞机，我出个卢安辣的飓风怎么样？我来个飓风吧。维恩出飓风不行吗？虽然我不能触发达不了技能的，虽然我不能触发这达不了技能的攻击特效，那他顶上写什么能够触发攻击特效啊？那就别写，写着玩呢，写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小心点。队友没了。支援一波，这波直接游戏结束。疾跑一开。大招一开，点点点点点点点滚，点点点点点点点走一波。我也可以支援，我也可以不支援。我把卢仙杀了，哎呀，拿下。